这一个是我跟我先生去参加陈怡蓉的婚礼，我觉得我那时候晒得好黑哦，因为那时候特别胖。为什么胖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热恋吗？所以我想说我就晒黑一点，可能看视觉效果会比较缩小一下下这样。16年我们是刚在一起，这个好像是第一次正式的就是这样曝光。其实我觉得很奇妙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，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，你觉得他就是要跟你走一辈子的人的时候，那个说不上来耶，那个你自己会知道。所以我觉得我可能那时候会做这个动作，只是直觉就是他会走一辈子的人。